订阅开铃铛，让你笑到八顶八档。啊，排位重置哦。欸，我现在遇到一堆菜鸡啊。其实我就是那个菜鸡啊，我他妈好久没玩了，我那技能怎么放我都忘记了。好呗，转成灌篮，我真的好久没玩了。严重干扰，去！公益是没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技能，靠腰。干嘛？啊，那个荧幕有点菜哦，转身灌篮都盖不到，欠盖啊！这工艺啊，孤儿是不是？怎么晃不倒啊？灌高，灌高，现在就人气掉蛮多的啦。巨，对不起。啊，被领到。哎，欸，这个公益真是孤儿哎，欸。第三啊。哎，欸，不是因为其实那个。控位出手技因为灌高他被正版授权给局限住了，变成说他的角色他没有办法就是出太多的变化，像传说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攻击手就变成说，你漫画里面有的东西，它才可以放进去啊，不然就不合理了嘛。我靠腰，那空位也不会进了，这攻击是怎样？太烂了吧？对啊，就只能一直角色进阶，你知道吗？到后面就可能变成什么，每一只角色都进阶这样的，无限轮回啊！变成说你角色又
出的慢的情况下，又变成说，玩家等不下去。变成我这个阵容，我可能要玩很久。像那时候，你看我们每一场都先到，对不对？每一场都什么？那时候工艺还没出的时候啊。没想到仙道，没想到阿木，对不对？那你培养角色又贵，对不对？天才，勝利を呼ぶ男と呼びなさい。私のことは。お前らをぶっ倒す。欧洲不管难。对面还不投、，low M 之后不一定，看情况，看一下红不红啊。红的话可能玩一下，如果是手机烂成这样，可能要换一只手机才好玩。加你喂！啊，这个他妈都保底的，不要骗我啦！有种你让我幸运一次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、哦，特训卡，好，好、哦、不，你没种，也、欸、很贵的哦，要50哦，不是啊，这个扭道你也玩不了啊，那你还在练呢。还在买特训卡呢，还要再买蓝卡呢。幻影突破有哪一招要点？虚实幻影啊，幻影突破啊，全部点啊，都快点点啊！幻影突破，突破后仰啊，瞬闪不用点啊，其他都要点。龙之扭蛋机，小田龙阵。那你们不是说小田很烂吗？烂你们叫我抽，那你们这些人怎么样？小田是哑巴，为什么？他不会讲话。喂，又要保底喽！哦，还要大概还有140才会保底，那边那边叫鬼吗？我只是为了要拿那个球场而已、啊。喂。可是他没有那个啊，有了吧？靠腰特训卡被我抽光光了呢。喂，100多次了吧？买买买买。哇，你这个不买，你等一下也没招可以开，玩毛！啊，看可以点点到几趴，前提是要有一只小田龙阵啊。喂，哎呦，一次两张特训卡哦。特训卡都快被我抽光了啊！哎。叫白丁舞，没羁绊是不是？因为他们那个队，那一队就只有他一个啊。
你说他去跟别队的弄羁绊也是很奇怪吧？对，那可能跟之后出的角色会开羁绊，又要去陆府看的。有的啦，有没有？有感觉啦，九天龙阵，哇、哦，还有武士哎、欸。第二阶段是什么？斗魂头像，哎、欸，还有个丑的呢。那个字也写好看一点，写这么丑是怎样？五，直接一个斗魂头像，好吧？斗魂头像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直接一个斗魂头像啊，说有就有啊，刚刚好啊，马上换，马上享受、啊。